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运动速度训练。运动速度训练呢，我主要是通过快速移动徒手和击打这个橡皮人这种训练。我先做一下快速移动徒手拳击的基本拳法。快速移动啊，这都是属于快速移动啊。徒手击打这左架右架都可以哈。这种是属于无氧运动因为它在短期内你的这个能量不能供给，只能靠自己身体里边糖分来供给这属于。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击打橡皮人的训练橡皮人呢可以也可以踢也可以打对，腿法、拳法、肘法、膝法都可以训练下面我先练踢踢低踢高踢停还有侧踹拳击呢，拳击基本拳法就是这样拳上勾这样打法这都是肘法踢法下面是击打，快速击打的就是可以做顶踢做肘击就这些动作行速度训练呢，因为它是短期内短时间非常快速的要完成这些动作所以我们要求呢你的无氧运动耐力要能够持续1分钟到2分钟那么我们基本上就介绍速度运动速度的训练我希望大家能喜欢介绍，谢谢。